阿雷，那摇啊，哦，好可怕、啊！ Make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我们来玩这个《侏罗纪公园》，我是阿健，因为那个是阿豹，然后红色那个是阿吉。现在呢，要去这个对面，有看到没有？一个火山那边啊，去探险一下啊。听说那边有很可爱的小房子啊，然后小树木。来来来来，跟我一起下山吧！哎，感觉要掉下去了。哦呦，滚了！哎，翻了一圈哦。我看到一艘船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哦，跟着我。哎呦！我来开船，你们赶快过来吧！哦，我掉进去了。哎，人呢？哦，上来喽！阿豹，快点上来！好，都坐好了，我们要出发喽！停船啊，不会停哎、欸，我们直接开上岸好不好？哎，刚好哎、欸，来吧，下来吧。哎、欸，怎么下去啊？看到我可爱的小脚脚，很像小鸭鸭吧？哎、欸，你们怎么在海里面？快跟我来啊！这红色是什么啊？热热的感觉耶。哎呦，这不好上去啊，一格一格的。算了，我们走旁边上去吧。哎咻！喂，楼梯怎么长成这样？哎咻！我们现在直接用阿吉好了。阿吉身体比较小，这样子可以看到整个地图的面貌。哎咻！为什么这个楼梯这么多呢？要爬到什么时候啊？这里有箱子哎，被遗留下来的箱子呢？先上去看一下，上面好像有亮亮的东西。我怎么上不去呢？哦，上来了。这是什么？烫烫的，这是岩浆吗？哎呦，我摔倒了。哎，这里。这是个暗门啊，个按钮哎，进不去，被锁起来了。哦，这要上去要爬好久哎，咱们上去看一下吧。哦，这个洞，这没有东西哎。坚持一下，我们快到了。哦，这里岩浆已经流下来了耶！快，不用跑的。咦，这山洞为什么有这炸弹呢？这是谁放的？箱子怎么打不开？我们就直接跳下去吧。哦，好险！这个树
救了我一命啊！哎呦，摔倒了。哎，有个房子哎，进去看一下。哦呦，有人在家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图书馆吗？诶，有人在，这里也有箱子。哦，那为什么个洞呢？往外面的路是吧？哎呦，跳出来了！哇，这个地图好大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晚上的样子好了。哇，反正上面会发亮哎！哇，这岩浆好漂亮哦，红红的！哇，模组好漂亮啊！哇，看到没有？岩浆流下来的样子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还来，别闹了好不好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火山爆发了是不是 ？Oh no！ 赶快通知他们，赶快离开这里。怎么下去呢？我得赶快找到他们啊！有没有一艘船？阿豹呢？阿豹在船上，马上来哦！快点哦！算了，先离开这里好了。然后前面去救他，快，阿豹赶过来，快点哦！脚麻，走不动了，我们只好自己走了。哇，好可怕！差点打到我哎！哇，飞机掉下来了！哇！危险！喂！啊！有一艘船，坏掉了！接着，太可怕了！哎呦，石头飞过来，不要参加什么小海沙啊！我记得这附近有个山洞啊，差点翻船！好像在附近啊。小山洞，先避避好了。哦呦，
豹呢？阿豹他们也到了，他们坐那个海上救生圈来的。哦，大家都没事。哦，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。因为我们这次的影片就要到这边啊，我们要等这个陨石结束之后，我们才可以离开这里啊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